你得帮我个忙。啥忙？就管他要一个那个叫军令委任状，委任状。啥？委任状？啊，他让我拉队伍，这队伍哪能随便呀？谁说拉就拉呀？你总得有个名头啊。再说你没名头，人家也不来呀。嗯，行，那你跟马队长说吧。我不能去说，我跟他说好像人家看着你了，然后让你干个事儿，你跟人谈条件，好像不愿意干似的。我不能去。那我咋说呀？你说我心事重。你心思重。心事重，心事重。嗯，你就说我脑子比较活啊，干什么事儿呢？啊，当然感兴趣的肯定能干好。但是别人给这任务吧，他不一定能干好。你让他给我一个类似于圣旨一样的东西，你就说你有了这东西，这小子不想干好都不行。他肯定能给你。嗯，你也别教我了。你老实跟我说，你要委任状，到底想干啥？我想堂堂正正拉队伍，堂堂正正做个合格的军人。行，那我去跟他说。可你想要啥名头啊？是38军驻潼关招兵处，或者是潼关后勤补给处？越听越不像话，都像打杂的。大，这部队里头什么衔最大？军大，马队长会给你吗？军衔，你能不能给你跟他商量？行行行，我跟他说说看吧。啊，能咋样我也不知道，我尽量吧。能打就打，能军就军。走你那鬼心眼子，你以为谁不懂啊？拉大旗做虎皮，还不是想跟你哥争个高下。反正我现在是不敢刀割。我现在的老大是38军的队长，所以我也是38军的人了，知道吗？潼关是靠谁守？你真以为是万子清的破独立营啊？是38军在中条山拖着小鬼子打不进来。现在我也是38军的人了，守潼关，咱走在他前头，这里头得有我一份儿。嗯，下来。啥意思？啊，这是句读书人的话，那要是换成老百姓说，就是小心眼儿。我从来就不是小心眼的人。你不是，我是。现在最关键的是我这大哥能给我个啥衔儿呢？最好是比营长大。那就给他一个38军驻潼关独立大队的称号，你看咋样？独立大队？对，天马行空，独来独往。你说他多大就有多大，哼，这倒像是方振东那种货当的官儿。可是军部会批吗？嗯，这个我来想办法。我的东马还活着？蓝云是这么说的。那他活着人呢？这不等你来了给你细说吗？走走走，到屋里。走走走走走。走走走走。
这月子不小啊。兄弟，回来就好。你的兄弟方振东真是了不起啊。粮站一役轰动了整个第二战区，为此严主席还特别嘉奖了他。我们做军人的真是一生都难获此殊荣啊。是，你这次陪他回来是为了抗日宣传的鼓动工作啊？那倒不是，我这次过来想跟你商量一下，帮振东在潼关建一支队伍，由他担任这支队伍的最高长官，从建制上隶属我们三十八军。这恐怕不妥吧？啊，潼关的防守一直都由独立营负责，不需要建立新的队伍呀。听你这口气，你们兄弟之间是不是有啥误会啊？没有，没有。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，虽然说是同父异母，但毕竟是兄弟们。有这么个情况，振东他以前是刀客，这我想你了解。前不久在山西，由于他的莽撞行事，造成我们几名士兵的死亡。虽然我是他哥，但是在这种事情上，我也不能有所隐瞒。我希望你还是要慎重考虑，因为我对他担任最高指挥长官的能力有所怀疑。万营长，振东想打鬼子，这是好事，我们应该鼓励。那当然，我知道你们独立营是从淞沪下来的部队，作战能力没话说，就连对面风陵渡的鬼子都不敢轻举妄动。这我在黄河那边就听说了，可潼关面对的毕竟是装备精良的日军，你这边多一份力量，对鬼子就能多一份威胁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还有就是，我们三十八军守在中条山，战斗减员很大，随着战况的延展，兵员必然会越来越紧张，到那个时候，振东的队伍
说不定就能派上大用场，你说不是吗？既然这样，那好。好，回头我们为振东办一个庆功大会，你这个当哥哥的可一定要去啊。我看情况。好，会场上见。营长，这到底咋回事啊？你们在这躺着不安生，我想我说的话你们都能听见。从你们死的那天起，我的这条命就不是我方振东的。你们先在这歇着，等我替你们办完了事儿，我就来陪兄弟们。说到做到。Thank you.
乡亲们，今天是我们头一次召开全潼关各界及全城百姓的誓师大会。抗战以来，我们潼关的人民为抗日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和贡献。我在这里发自内心的向大家表示感谢。下面就请我们西北军第三十八军教导总队马队长做誓师动员。潼关的父老乡亲、兄弟姐妹们，你们好。其实我们三十八军也是西北的子弟兵，军中的战士大部分都是咱们西北的青年。我们在赵将军的带领下跨过黄河，在中条山与鬼子作战已经一年多了，至今没有让鬼子跨过黄河一步侵占西北。这一方面呢，是因为前线战士们的浴血奋战，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全体潼关百姓在经济上、人力上的全力支援。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我们三十八军驻潼关的独立大队今天成立了。这个队长就是咱们潼关的子弟，他在不久前的一次战斗中一个人杀死了七个鬼子，被我们的战区最高长官严主席命名为晋绥英雄。这不仅是晋绥的光荣，也是我们陕西的光荣，潼关的光荣。这个人在座的各位可能都知道他，他曾经因为鲁莽而断送了我们潼关子弟的生命。台下一定有这些死者的亲属，按理讲他是你们的仇人，可他知耻而后勇，成了晋西妇孺皆知的传奇英雄。现在我们就把这位抗日英雄请到台上来，有请方振东。咱潼关来讲，我就是个罪人，应该千刀万剐的罪人。我知道，你们有些人特想我死，去死，去死啊你！好，好，好，没问题，我可以把命还给你。但不是现在，我娘说了，我这命要扔，就扔在讨债的路上。
我死了12个兄弟，现在我找回了7条命，他们还差我5条。你们再等等，等我把这仇报了，我把命还给你们。到时候再给你们当牛做马。那些兄弟我给带回来了，你们想看就去看，没啥说。张罗一下。哎，来，掌柜，您请。哎，我来。饿了吧？吃饭。来，送过去啊。哎，大哥。哎，再来一个。哎，哥，哥。咱今儿不能再喝了，喝了差不多有1斤了吧？啊，咱俩得把这喝完的。我跟你说，这么多年了，我就没有这么高兴过。东王，我的主，张连。今儿我听了东王那番话，哎，我觉着方娘啊，女中豪杰。才知道，否则我当年怎么会看上她？嗯，又来了。人家这么多年容易吗？真是孤儿寡母，嗯。不提了，不提了。我欠他们娘儿俩的，我下一辈一定还。这才是老爷们说的话。今天这事儿，大伙都看见了。咱潼关要成立独立大队，我当队长。我先跟你们商量商量。想留下的就赶紧回去收拾收拾东西，回潼关。不愿意留下也没关系，反正咱刀客的营生还得干。你先说说。别人我不知道，大哥现在要人，不愿意去。大哥，送我一个。去，大哥，送我一个。好，是我兄弟，知道我想啥。来，干了，敬大哥，大哥。不管咋说，振东能活着回来，就是好事儿。
你说振东这家伙，从小就能折腾，没想到这次还被他给立了功，还当了独立大队的队长了。我知道你打心眼里看不上振东。从当年他顶你做刀客的那天起，你心里就窝着这口气。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鬼子现在都打到咱家门口了，你咋还跟他较这个劲儿呢？有啥意思啊？更何况人家马队长今天都专门找你来了，于情于理，你是不是都得过去看看？振东他能活着回来，我真的特别高兴。可他突然之间变成了晋绥英雄，还当了三十八军独立大队的大队长，我咋觉得这事像个笑话呢？不用去，我也能想出来他那得意的样子，三尺高帽一戴，那更不知道自己姓啥了。这振东傻不傻，咱不说了。他马队长凭啥？他凭啥跟着起哄架秧子搭台唱戏啊？哎，说来说去，不是又绕到这上了？是，这战争进行到这一步，资源短缺，兵源紧张，这我都理解。可他马队长不能为了缺兵，就把这么重要的一个工作，没有原则的给了一个刀客的头子干，这是为公为私。我今天没去是有点那啥，我不是冲着振东，我就冲他马队长。马队长咋了？你不就嫌马队长是共产党了吗？振东要不是我弟，他马队长能这么上赶着？咱俩不谈政治。好，那说振东。振东回来想为守潼关出份力，有啥问题吗？你俩是亲兄弟，有啥话不能好好说的？要不然我把他找来，你们两个好好聊聊。大兄弟，你这么喜欢我家娃，怎么不收了他，让他跟了你啊？我想收，但没那本事。是我家娃没本事，除了骑马舞刀的，啥也不会。哎，那你可小看他了。这小子有心眼，有胆量，将来只要走了正路，那就是个响当当的人物，前途无量。你说的是我家娃？那还有错？问题是，他就是匹野马，谁训也训不服。只有等哪天他自己想明白了，上了套，那就是一路狂奔，想拦都拦不住。那就借大兄弟吉言了。我说我咋没见着？这么忙啊？哎。他没想到我能活着回来吧？是没想到，全潼关的人都没想到你能活着回来。你今天在誓师大会上说的那些话，还挺像模像样的。像啥样？我当时心里挺害怕，我怕底下那几个愣货上来给我撕了。哎，我没胡说吧？没有，说的挺好的。哦，对了，一会儿啊见到你哥了，跟他说话客气点。客气个啥？我俩说话啥时候客气？不为啥，你能活着回来，他心里挺高兴的。不过你这一下子不是当了独立大队的队长了吗？又成了英雄，他心里头可能一下子憋不过劲儿来。他就是看不得我好，天生就是小心眼儿。说啥呢？上次他带你过河，你这一时冲动就冲上去杀人，害死了他的特派员，还有几个士兵，是你不对，有错的地方就得认错。行了，赶紧进去吧，一会儿我就不陪你去了，我在门口等你啊。哼！哎呀，晋绥英雄来了。坐，
坐嘛。我今天能来看你，已经很给你脸了。你少跟我来这套。你想干啥？看见了吗？认识吗？我知道你一直看不起我，但你不能看不起三十八军，不能看不起我大哥。以前呢，是我不懂，你拿话舔我，我就信了。但是现在我明白了，这守潼关跟你也没啥关系。那是因为三十八军在中条山拖着小鬼子打不进来，所以你必须给三十八军面子，必须给我大哥面子，所以你今天不去。这他娘的不对！士别三日，刮目相看，哥都认上了。方振东，因为你的无知，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害死那么多人，你咋就能这么理直气壮呢？这严主席也是瞎了眼，把这么一个晋绥英雄的光荣称号，能封给你这号草寇刀客，以前我干的缺德事儿，我知道，但跟你都没关系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在山西死那些兵，是我从淞沪会战带下来的兄弟。就你有兄弟啊？你那帮兄弟在我看来，就是酒肉朋友，乌合之众。振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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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咋答应我的？你俩咋答应我的？有劲儿，有劲儿去打鬼子去！香啊，你说娘这不是在做梦吧？那你没有掐一下你自己，看是真是假啊？轻点，你轻点儿。娘，我跟你商量件事儿呗。啥事儿？说。我跟振东哥结婚那事儿。娘想着呢，今天本来想跟他说的，没逮着空。我不是那意思，我当时。嫁给他，那我不是真的嫁给他。明白，不就是为了娘吗？娘心里有数。我也没想着他会回来，他那脾气我最清楚了。他要是认，啥都好说；他要是不认，他敢。他要是不认，娘就不认他，反了他还。放心，包在娘身上吧。娘，要不咱把这事儿先放一放，以后再说。那为啥呀？你他不是刚回来吗？也行，娘听你的。咱们三个从小一起长大，你们两个又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弟，咱是朋友也是亲人，我不想看到你们两个反目。我知道你们俩心里憋挺久了，今天既然都这样了，就把话说开了算了。振东，你回来是想为守潼关出份力，这我知道。
但是他说，守潼关是他们独立营的事儿，这是假话，所以现在守潼关得有我一份。那你要委任状，你说实话，是不是冲着你哥来的？那是因为他瞧不起我，我得让他看看。我现在是独立大队的大队长，这官儿是国民政府封给我的。我不管是营长大还是队长大，怎么说现在我是个官儿。你不是不带我玩吗？我现在可以自己玩。接着说。再说就是翻老账了，没啥意思。当年要不是我替他顶那个雷，他没今天。这话我不爱听。当年要不是你使阴招，去的人是我。你多亏没去，就你去了，早死了。那我还得谢谢你呗。那倒不用。我承认我穷，我不识字儿，那是因为我娘要脸，不惜的要你们万家一分钱。但你不能是因为这事儿你瞧不起我。我穷咋了？我不识字咋了？啊，我不识字，但我不傻。说完了。想起来再说吧。那子清，你说两句吧。是这吧？我们俩以前的事儿不提了。上辈人的恩怨也搞求不清楚。既然他当了独立大队的大队长，那就好好干。军人有个军人的样子。完了。好。那我最后再说两句。以后不管再发生啥事儿，都不能当着别人的面吵架打架。以前的事儿就不要再提了，没有啥过不去的事儿。就算有啥事儿真的过不去了，大家就都让着点儿，不行吗？现在啥事儿都是小事儿，只有一件事儿是大事儿，就是让咱们这些潼关的老百姓免遭涂炭。嗯，我也是这个想法。行了，话说完了，咱回吧。出去说，出去说。